迎来到历史客栈，我是美丽。在开国将军中有一位疯子将军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进山。其实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一位疯子将军，就是邱清泉。邱清泉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因对军事理论研究非常厉害，被蒋介石选拔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留学。在同时选拔的九个人当中，邱清泉的成绩名列第一。1937年5月，邱清泉学成归国，时值抗战爆发的前夜，刚被任命为教导总队参谋长的邱清泉就率部赶往前线，参加了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。南京城陷后，邱清泉曾一度被困南京，目睹了南京军民惨遭日军屠杀的惨状，这给邱清泉造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从此邱清泉每逢与日军交战，都像发了疯一样猛打猛冲，毫不顾及性命，因此得了个邱疯子的绰号。邱清泉虽然作战勇猛，但是性格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就是性格暴躁而且非常固执，因此与国民党其他将领的关系非常糟糕。在淮海战役中，黄百韬兵团覆没，杜聿明非常被动，于是下令撤退。当时的撤退是争分夺秒的，但走了一半，邱清泉发现自己的45师被解放军围困，就不顾杜聿明的再三劝阻，执意回军救援。虽然最终救出了45师，但是却浪费了2天的撤退时间，这2天对杜聿明集团非常致命。最终被追上来的华东、中原两大野战军包围在陈官庄，最终杜聿明被俘，邱清泉也被解放军击毙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淮海战役期间，邱清泉非常迷信，当时他的部队驻扎在商丘，他认为商丘与商丘同音，几次三番找刘峙要求撤离。后来杜聿明集团被围在陈官庄，当时杜聿明司令部的院子里有一棵树，邱清泉认为院子里长棵树就是一个困字，好几次找杜聿明要他把树砍掉，杜聿明哭笑不得，说砍掉了树只剩下人，那不成囚字了吗？结果还真被他们说中了，邱清泉被困而亡，杜聿明也成了囚犯。